今天要教大家跳一隻泛指舞，咁我會教你哋跳頭嗰兩個拍拍嘅。而家我示範一次俾你睇下先。舞。好，咁然之後咧，呢、這個辦法點樣做呢？我哋一間雙手翹實放喺胸前啦，然之後我哋。一開始踏第一步咧，向右腳行先嘅，然後右左右去到第四步嘅時候咧，就提膝輕輕跳一下，呢、這個叫做沙底四步。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四拍啦。然之後就向後左右左提膝跳一步 ，O 唔 OK？ 咁而家我哋一起做一次先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然後我哋跟住。背住，大家跟我一起做啦！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好，然後今次咧，我會做一個鏡面嘅示範啦。咁大家跟住我同一個方向去做就 OK 噶啦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好，大家都做得非常之好啦。咁今次咧，我哋而家試下加埋個音樂，一起跳頭第一個八拍，好唔 OK？舞。3、4、5、6、7、8 OK。好，咁而家大家都熟悉咗第一個八拍啦。咁第二個八拍係做啲咩咧？咁都係頭四拍咧，都係做翻一開始第一個四拍一樣嘅，踏右腳，右左右跳，然之後今次咧翻翻轉頭。好，咁啱啱大家已經跳完咗第一個八拍啦，咁而家要教大家跳第二個八拍啦。咁一陣間咧，頭四拍咧同第一個八拍嘅四拍係一模一樣嘅。一陣間踏右腳，一、二、三，跳。咁今次咧，五六七八拍咧就係第五拍向前點一步，第六拍向側點一步，第七同第八拍咧就係雙腳合埋一齊，咁就 OK 噶啦。好，而家播音樂示範一次先。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好，咁而家咧，大家跟我一齊背住我跟住一個方向一齊做一次先。5、6、7、8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好，然後今次咧，我會做一個鏡面示範，大家又係跟住我同一個方向做就 OK 噶啦。嚟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好，大家都做得非常之好啦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再做一次，用音樂嘅，大家一齊跟我做一次啦。冇。同學都已經學好了第一個八拍和第二個八拍了，現在我們增加難度，就將它串連在一起。我們跳跟音樂跳之前呢，現在我們重溫一下，跟著我背面一起跳啦。5、6、7、8 1、2、3、4 5、6、7、8 2、2、3、4 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都做得非常之好啦。我們現在就跟著音樂跳多次，就落堂啦。舞。OK， 好，大家做得非常之好啊！落堂啦。你教完第一、第二。舞。